大家好，我是爱于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攻略 2.1 虚构叙事27做原造与平民练度阵容推荐攻略，简单好操练度低。打出三次之家的攻击就可以清场，低练度的福音特拉拉、黑塔、姬子、三月七、速度鞋之灵都可以靠这个 buff 来喝大汤，全靠 buff 杀人可以轻松摆烂30000分。 buff 二隐身触发场地时可以全体回能，是高练度黑塔和姬子的玩具 buff。 而如果你练度比较高的话，推荐 buff 二；练度低的话，那就推荐 buff 一。 buff 三归谬，我方的居家伤害外的伤害也可以累积，给的数值很少，垃圾 buff， 除非你没有追击能力，没得选，不然的话不推荐这个。我们再来看阵容推荐，阵容方面我选择的是上半黑塔花火停云单 C， 下半黄泉姬子软梅，这是我降了降辅助的练度。黑塔是四闪降，攻击鞋、攻击绳，花火是143速0加0。停云144速，加拉赫意外29速带翻吸。黑塔的练度不算低，上期视频用低练黑塔加160速花火，别人吐槽花火速度太快超不了了。而这次的话就降了降辅助的练度，练度降完以后黑塔要再降的话那就要打不满了，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。下半次零加一黄泉把暴击胸脱了，吃不到逆刷出云的暴击率加成，也吃不到死蕊四件套，练度会低很多。姬子是一命姬子 55-73 同样也是闪剑，软梅是零加一击破160就行，零加零一样可以玩。你给姬子和黄泉加点练度基本就过了，三月期待的宇宙市场不需要太高练度，战绩点了不死就行。同时我还补充了一个靠真理田园配搭三月期靠 buff 一偷鸡的两万分的一个录像，可以看情况来使用。上半的话这里练度还不错，所以就选 buff 二了，两块两块。然后黑塔的话一定是要带攻击鞋攻击绳的，就千万不要带四顶鞋和出门绳了，这两个东西你伤害不够的话挺毒瘤的。贝奇真万千玉金黄灰拜拜。这里的话其实好像也没什么信也可以讲，所以我就看就不亦乐了。这个阵容确实没有什么操作可言啊。在录这个之前我一直是黑塔是不穿暴击率胸来录的，就这样，然后就非常的折磨啊，就是打了20000分，打了半天，就换了三个 buff 四个庙都是20000多分，后来现在是没办法的，加了个加9的暴击率胸，然后现在才练出你的八盖门打得太脏乱了。如果你玩的是黑塔加姬子的话，一般来说还是黑塔主 C， 所有的 buff 都给黑塔。就如果你没有练 S 达的话，那你玩花火黑塔加姬子也是可以，这两个分数其实是差不多的，这个我测过 buff 2和 buff 1的分数可能差的也不是太多，没错的，练度低的话 buff 1分数更高，练度高的话 buff 2分数更高，会找到答案的。觉得我是那么大只钻石放，然后花火的大招最好在黑塔的回合内释放，这样黑塔可以吃到三回合的增伤。然后这个阵容是不缺战地点，便宜可以多打一些 E， 来尽可能的加快一些大招的出能。那我是那么大只钻石放，便宜你觉得走近点让我瞧瞧。然后这一面的话第二面陪有挺个物理弱的小怪，就其实你把黑塔换成克拉拉的话其实也不错，然后把加拉赫换成三月奇选 buff 一，一直靠反击来打，也就同样的道理，效果很好。朋友们有克拉拉可以试试想用不好。啊好不好啊，觉得我是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百黑尊。哦对了，还有如果亮度太低的话，这个奶妈其实也不太能省，因为这个我都是其中谢谢一系以后就带奶妈，否则带奶妈其实都是20000分出头，下手很轻的。如果确实是我觉得带奶归安逸，也不带奶的话可能第三面啊，一进第三面就差不多该死了，哎，然后就死太快了，就其实几个元神围起来会找到答案了。别当我是那么大的钻石送给你，你呀你呀，就这点水平啊，朋友们请享用吧。暗黑山给我多玩一会儿，再打架他怎么看喝一下。别当我是那么大的钻石送给你，你别当又想被揍了啊，生命存，朋友们请享用吧。对齐真万千隐星黄昏，知道我是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，满山山
不下手喊穷也正常，拿人带德来装没藏，你会找到答案的。你又想被揍了，你可以是就当我是这么大个算时送给你，全是就是原型的，再打开好什么话。这三个标眉围着围着很微软吓人啊，哎嘿嘿，上半两万九，下半黑金黄泉鸡子软眉应该随便了，不值，燃尽了，有桶吧，顾某的刀锅，头不得。然后这个鸡子是一加零，然后黄泉的话是零加一，软眉也是零加一。这个亮度低角不要紧，因为我这个全部都已经降配了，其实和零加零没区别的，不太好惹。嘿，然后关于鸡子的软眉的话，就是它是有这么一个联动。机子的所有伤害都是能挂上灼烧的黑力黄泉叠草，软眉在开了残眉战以后，所有人的反击都是能挂残眉战的，包括三月七的反击，它这个叠层效率会非常非常的高，就哪怕你不带虚巫也是无所谓的。这里的话就可以让小怪把三月七这三次反击全打盖，就清一波，然后场地 buff 炸一下，然后想先的怪生出来以后再开黄泉大刀，这样黄泉血做垃圾取击扩再触发一些机影追击，好不等机子的追击挂于是薄烧，再有黄泉叠场啊，长腿薄的那厉害，好不等东北的姿势黄泉零零零那机子当然可以了啊，我们刚印度海，好不等不为逝者哀哭，莫言终将落行。好的，我想人类永远是反对 C 方面的话，敌方破了，不是吧？嘿，值得研究。生命里的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，战斗是一场设计。嘿，这样，生命已穷了，我们还在裁员上的库，莫言终将落行。好不的。最主要打谁吧，打三星并没有第二只鸟了，那找个三星，不问逝者白哭，入眼终将落下，没问入眼，我想人类防御眼神天空眼了吧，接棒后三月雨地炮射用用炮眼，好不等过了有案啊，嗯度白，然后接下来都可以落下转的白哭，入眼终将落下，看齿狼再打一下，看这个鸟再打一下吧。生命不止呼吸，生命都有被风吹落的。下半是这样配，但没这样坚固。讨厌。OK。战斗是一小事，三叶子一下。啊。OK， 下战是个三浪五。OK， 我们来到真理医生偷鸡的一个打法。真理医生带着是速度鞋。七针万千，一丁往归。侦查的敌方目标，打了普通，一拉一直击。报告，零分。二你不急着开啊，等因为三月七靠反击的话，是可以把这些怪全清完的。等到第二个齿狼出来以后，再教真理来找人在，也就是现在。这是你取物，穷军真理，人你一举拿下了。破分。二月，你要打零分。哎，很怕会又炸一次。思路确实不错，再来一下。一方数据说失望不要去惊呼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，说答案二分，反击时被答案后双手三月七然后一下停一棒，个人请能不招待，这里有一个失误啊，让电视机直接吃我们能量，让三月七去打反击去凑场泥 buff， 这样打是更快的，电视机给我们充能的话我们反而是没什么伤害，最好让他打人啊。啊，林顺对
哎，这个一举把两把电视机给炸麻了。老板叶凯，你一起拿下吧。对不起，两个电视机不动，吃不了饮料。算了，你要吃就吃吧，喜欢吃的话。那你再打，那你们一起爬。哎，现在你赢了，我答案，那分。等待即被感知自己的潜论，穷尽真理，分谬误。不许打，一起拿下了。哎，用你的饥饿打一转，有话好说，你就打。好，那你先上他拔吧。他丢去了，由我提问。好狗，完美，共分。来，我出场了。啊，个人请毫不交代，来看来，然后填死。猜及自己身上没有那个什么了。侦查的敌方目标，敌方数据收集完，收网标记激活。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揍了一下田云尼，哎，不怎么不打我反野七了啊？嗯，五万分，两个厉害，你五万二，拜拜。